是一个让我重拾自己运动员。跟大家一起做一件事，感觉运动一直以来都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，就跟自己比，能为团队贡献的话，这样是最好。发生的一个，如果一旦我要投入，我就要做到。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去完成那个时候我没有完成的事情。大家特别珍惜一起完成一些事情的日子，去玩吧，奔驰在这个场上，我们终于走到这里，我们想传达的精神，永不放弃。The greatest story never told。欧巴。